你别倒了，你别倒了，你别倒了。欢迎您来到南京德云社观看我们今天的演出。今天的演出呢，各位别开生面。怎么呢？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演出比较特殊。 有个术语叫行云流水，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在台上的每一位演员，要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您看一个我们演员的专业技术。每个人要斗一个哏，再捧一个哏，一个人要说两回，让大伙看看桌子里桌子外头演员不一样的表现方式。当然了，希望您用对。 大的热情来迎接我们今天的演员啊！但是您要是热情鼓掌呢，谁说的好，咱们就不让他下去，就累死他就好了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好。哎，好，接下来请您欣赏第一个节目，童年表演者李浩洋、金一鸣，掌声有请。 观众，我记得，哎。
父亲长得真美。那个老爷子，您没点茶水啊？啊，没事，让儿子点啊。大哥，这纸他妈的没纸棒，甭喜欢这样。对，说相声，待会儿要不我给您安排一下啊。啊，这个，您看我是年轻，没有名气，在场大伙不认识。因为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演出，大型的节目没有过，为什么今天后台人少呢？刚才报幕我必须得那么说，跟您交实比，今天后台一共才五个人，大伙纳闷，这是不是明目张胆的劫道？我们主要就是让你主打一卖艺，那些个有腕的，他们都去住综艺去了。对，您也都知道，我们德云社有很多的综艺，看节目，他们都挣钱去了，咬牙去了。我这看着他们了这他们都坐飞机回的北京，能盼他们平安啊？但是盼他们平安，我内心特别盼望他们平安。我看见那模样，就快接机去了。我没有刀，我怎么接机啊？后台是我，没有人。我一上来大伙儿不认识，没上过那些节目，对您的知名度啊，您的地位要小心一点。但是也得做个自我介绍，应该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没错，人不留名，不知张三李四；雁不留声，不知春夏秋冬。得让您熟悉熟悉。咱都来这儿是为交朋友来的。学徒我姓李，叫李浩洋，是他。有点勉强了。我一个31岁的男子，能要来这个愣蹲的掌声吗？我特别的感动啊！等会儿，真的，就这一挨个给大伙磕头去啊！人家给你鼓掌，我下去磕头去。这个带胸磕头吗？你这不就是愣逗？对呀，这都是要啊！哎，这不要怎么样的？大伙儿不熟悉呀，这介绍完我了啊，身边这位到我了，大伙儿有熟悉的吗？竟然比我多啊！哪有您多呀？也得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优秀的相声演员，优秀不敢当，姓金，没错，叫金一基。好，这个叫好了，金一基那不是我的名字，你不是鸡吗？最后那谁是鸡呀、啊？我是鸡打鸣的那个鸣儿，鸡打鸣。哎，啊，对，他叫鸡打鸣。这社会缺德名字，五姓姓鸡发，你五姓确实也姓鸡的，那我姓金的啊，金打鸣。上来让我给大伙磕头，给你馆长给我鼓掌。
长，你这是愣要愣疯了，你这是。那疯不着，我愣看不行。这就是您的风格。哎，老，我跟您说啊，这没别的，是为调动大伙积极性。哎，应该的。我们作为演员来说，希望大伙开心。嗯，为您开心，我们干什么都行。是，刚才说不能磕头那个理想家。对了，您要是开心，我们在这儿给您跳个舞也是可以的。没错。跳吧！我刚想告诉您，跳舞我不会，这个得你来呀、啊。我也不会呀、啊，你不会你说着干嘛呀？我以为你会呢，我上哪儿会去？你不会呀、啊！你再说50块钱确实跳不了，五十又少了。哎哎哎！哎，你刚玩舞也不是不行，哎。我觉得我的艺术道路，我的演员生涯。
牙就发了。我天天害怕，万一要没有观众怎么办？活不了啊！您说这玩意儿不怕？我每天我就害怕这些事。没关系，您呀、啊、也别担心，也别内耗。是是，有一天您演出啊，底下要是没有观众朋友，我把您那个票我给您包了，我让底下都坐满了来听您的笑话。你那意思是，你要把你们家这房卖了，然后把剧场包下来？对呀、啊，你要手里没钱，我把房卖了，卖出那个钱来，我也把剧场包下来，让所有人都来听你说相声，给我自己开一个专场。那是。各位啊，交朋友得交这样。什么叫关羽？哪叫秦琼？嗯，义气千秋，这是好朋友。您也是夸我，真是这交朋友交这样啊！这好人，你这玩意儿啊，不交这样的行吗？是，哎，啊、那我问问老五子，你比如说有一天，我也是演出呢，底下没有观众朋友来捧我的场了，本身也没有啊。撞冰山上，这个 Jack
啊？为了就肉，图跳入大海，动死在大海之中。看完这个啊，我就悟出一个人生哲理。什么哲理？挖人墙角，不得好死啊！这个道理。我跟您说，各位啊，看完之后给我吓的哟！哎呦，我这个心里边啊，哎呀，害怕呀！哎，哎，董哥，你讲讲这个。我刚是没有想着说这，这有什么？都是临时工，没有派人。再说我也想。讲讲，真想听。你说你讲讲。当着各位观众啊，一鸣，哎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哎，他跟我。不能怪你。等我说话。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？哎，那你别管了。我别管算话。这个事情。你等会儿，你得跟我说清楚。没有问啊，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？这得问啊啊，就是我跟你媳妇儿没关系，真没关系，真没关系。哎，你吓我一跳，你也信啊？你等会儿看，你说你得信，信我得信。咱们哥通家之后啊，那是对对啊，我们打小一块长起来，不光看电影 啊。哎，咱都上过学，嗯，小时候学过很多的这个励志的文章啊。有一年我还记得，嗯，叫愚公移山。哎，有这个故事。哎，讲的是个故事。嗯，一老头叫愚公，对，家前有两座大山，是王屋太行，这两座，两座大山挡住了愚公家的 WiFi。连不上网，着急呀、啊！说的真不像话。那个年代有 WiFi， 老 WiFi， 老 WiFi 也不行啊，挡住他的道路。就挡住了道路。哎，这愚公怎么办呢？嗯，带着锹，带着镐啊，天天上山翻山。嗯，天天翻，是自个儿啊这山啊叫凿碎翻起来。嗯，这会儿来了一个人叫智叟，嗯，有智慧的老鼠。哎，拄着棍儿看着愚公啊。啊，愚公，你干什么呢？这都口音。哎，对。啊，我翻山呢。哎，你翻得完吗？嗯，我翻过完，我要你。嗯，我翻过完，让我的儿子翻。嗯，儿子翻过完，让他的翻。传递下来。我有那么一句话，嗯，叫子子孙孙无穷尽。就这句话啊，感动了上天。嗯，上天派下两个大力士。来到愚公他们家，帮助愚公怎么样生孩子？生孩子，感天动地，他帮愚公生孩子，对，这能帮他生孩子吗？那应该帮他翻山，先翻山，哎，后生孩子，后也不能生孩子，不生孩子，光翻山，对对对，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啊，助人为乐的故事，助人为乐的叫。恐龙让驴，您听过？这个说的又不对。恐龙让驴，恐龙让驴，还王八不懂的。我这个这光给我熬不了。它不叫恐龙让驴，那叫什么？恐龙让驴，恐龙让驴，龙四岁能让驴。好，哎，这恐龙让驴，嗯，讲的是一个助人为乐的故事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讲。笑道，好，助人为乐。笑道，你这，那我再给你讲讲啊。话说四岁虎穷，嗯，聪明伶俐，乖巧，巧言妙答，实乃奇才。怎奈父母感情薄，天天骂，天天吵。啊，有一天小恐龙来到正在争吵的父母面前，说道。而你俩干什么呢？天天骂，天天吵，还能过？要我说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离。恐龙让梨。哎，刚才
逗了。先来首先欣赏相声《拴娃娃》，表演者金一鸣、沈世鹏，掌声有请。